我们开始教第三段了啊，第三段你看。如果爱还在你心中，爱，所有的人看一下口腔发音啊，爱，舌头平放在里面。如果爱还在你心中，没有离开，没有离开，轻轻唱啊，对，没有离开。如果爱还在这个地方强起来，没有离开，轻一点点歌唱啊，走。如果爱还在你心中，没有离开，多年以后，再来，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。对，再来啊，多年以后，哦，注意我的口型，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。来，你们再演唱啊，走。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。下一句又是很强，而且又是高音。那份徜徉多年，这一句你看腰部的力量顶起来。那份徜徉多年，多年的相思酒，对不对？多年的相思酒，然后连起来，你看，那份徜徉多年，多年的相思酒。来，这一句需要把它腰部的力量把它抓住了之后，声音把它大胆的唱出来啊！那份徜徉，徜徉，那份徜徉多年，多年的相思酒，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。声音有一点渐强的感觉。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，对，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真爱，带着呼吸，带着满是疲惫的期待。也许未来的梦它从未醒来，连起来你看。也许未来的梦它，换气。也许未来的梦它从未醒来，远去远。气息顶起来，腰部把它有力量啊！远聚远散，这个声音是需要爆发，爆发力。你看，远聚远散，这个地方要有强啊，爆发力要出来，声音要爆发，腰部的力量要支撑好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走，远聚远。早有安排，把我现在才是最好的存在，把我现在才是最好的存在。